8月23日中午12时50分前后，今年第13号台风天鸽在广东珠海南部沿海登陆。截至24日凌晨，台风天鸽已造成12人遇难，其中珠海2人、中山2人、澳门8人，受伤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预计天鸽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。24日8时至8月25日8时，南海西北部、海南西北部沿海、广西大部、云南东部等地将有6到7级大风。大领落，你睇下，成个筷子机死得，巴士都浸过一半啦。